MMORPG Reverse M 在手机上推出啦，最顶级的画质与完整的游戏系统，喜欢 RPG 的你一定不能错过。目前可以创立游侠、狂战士、法师、杀手四种职业，随着等级的提升也可以学到更绚丽的技能。游戏中还有各种不同的坐骑、宠物，也可以透过飞龙在各个城市地区移动。除了武器的附魔强化之外，游戏也有变身系统，可以变身成各种游戏中的怪物，甚至是 BOSS。当我们能力提升之后，也可以去挑战地下城与各种副本，里面有着大量的怪物和强大的 BOSS。建议玩家可以透过系统的快速组队，与队友一起攻略哦。